双针绣背后起针，两根针从背后拉出，对半拉线，先绣下面一根针的这排，中间省略，回针，最后留半针不绣，方便换行。然后绣上面这根针的一排，中间省略，回针，换行的时候绣到对应那根针纵向相对的一格，拿起下面的一根针，把留下的半针回上，再向上走针去换行，剩下的另一根针补上后再留半针不绣。再看一遍，线绣完了就收针。这里演示的是背面单格隐藏收针，横穿一个竖布丝，再竖穿一个横布丝，再横穿回刚才的竖布丝，翻过来把另外一根针绣完，按照刚才的方式背面单格隐藏收针，背面收针一定要压三根布丝，这样更加牢固。你学会了吗？